好的呀。
还有扇子呢。哦，不用扇子，有鼓风机啊。好，那你来烧吧。好。啊。小心一点啊。我好小，我要给它弄大一点。这个也有的，这个啊，这个是他的啊，啊，这是我们一口的，这个是蛋的，好，来，来吃吧，尝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好用，嗯，这是我们冬天的第一顿萝卜餐，萝卜啊，虽然说现在的萝卜不是很大啊，但是很好吃了已经。刚到秋季，萝卜怎么会大呢？现在已经是冬季了。嗯，我说错了。嗯嗯，好好哦。酸酸的。你嘴巴这么大了吗？来喝点汤啊，等一下。泡了橘子糖还是桂花糖？好恶心啊，吃的。等会吃完了。妈妈，我已经吃了两个了。两个啦？嗯。还能吃吗？可以啊。吃吧。吃完那里还有啊。我已经吃了四个还是五个。妈妈的口大不大？大。大。大。冬天要多吃萝卜。知道吗？冬吃萝卜，夏吃姜。现在到了吃萝卜的季节了。什么姜？哇，弟弟一个吃完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不过好多是掉在地上的。他最近的胃口非常的不错。哇，掉在桌子上了。嗯，那姐先去吃了。